五花肉，新鲜五花肉，快，都吃。雷哥请客，别客气，煤气罐。哇 ，VR 挑战精彩不断，欢迎来到雷哥玩 VR 的游戏实况。我们今天继续玩这个僵尸训练模拟器。上一期我们玩了小木屋模式和城市模式，这一次我们再换一款模式继续来挑战，进来了桥洞模式。在桥下僵尸纷纷来袭，两辆越野车全部干倒，干冒烟，看样只有雷哥来拯救这个城市。我们开始。哇，大厨僵尸帽子不错啊。哇，这么多吗？还有吗？绿僵尸，僵尸满脸发绿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怎么被绿了呢？你们是吃草了吗？哇，这么快吗？煤气罐，这里还有煤气罐，我上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成群结队呀，源源不断。油灯，煤气罐，靠两把手枪，雷哥能否挑战成功？我还是有信心的吗？还有吗？还有一个，来来来，让我敲脑壳，脑壳被我用手枪敲掉了。什么？还有第三关，手雷，给我上！煤气罐，哇！哎呦，还有谁？哇哇！关键时刻还是煤气罐比较好使。肉，吃肉吃肉，我请客。哎，对嘛，好好吃，慢慢吃。再给你们一个铁枣。啊，这个枣好吃，铁的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个，哇！这个罐把我自己炸了，操作失误啊！还有油灯。油灯来了，嗯，拜拜，又来了，上面还有坦克，坦克，开炮，坦克为何不开炮呢？两辆坦克也罢工了。第四关，先把肉扔出去，先用肉缠他们，拖慢他的脚步，好不好？扔煤气罐，哎，来吧，哇，手雷，肉，吃，僵尸群呢，这是，给你一个铁手雷，油灯，油灯。怎么还撤移呢？你要把我包围吗？哦，哦哦哦哦哦，全部拿下，第五关了，得分9455，这个分还可以吧？第一招放肉，肉全部扔出去，不要心疼肉嘛，谁吃不是吃，吃饱喝足，好，拜拜。手雷，这个枪非常好使。哇，来吧，靠近一点，靠近，快顶不住了，还有一群。哎，手雷给我上，把你们炸飞了吧，是不是小看我？什么情况？这速度更快了。肉，五花肉，新鲜五花肉，快，都吃。雷哥请客，别客气。煤气罐，给你们，
哇，我的天哪，都来了，来吧，我可不怕你们。哎哎，左一枪右一枪，我的天，哇，到，哇，我失败了。今天就玩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在下方点一个包围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